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有 Leo 同大家介绍楼盘嘅时间。今日夜幕低垂啊，咁但我哋都望到有个远别嘅夜景嘅。今次介绍嘅单位系荃湾荃城汇一个528尺实尺高层两房嘅单位，咁就非常之适合 upgrade 啊嘅客户用嘅。咁啊，事不宜迟。可以即刻同大家睇睇呢個盤咧，而家咧就係放賣同埋放租嘅，啊，即刻睇睇。咁一開手，我哋就喺度有玄關啦，一入到嚟大門，咁啊望翻廚房啦。咁廚房方面咧，基本上原裝嘅。咁再望翻過嚟，客飯廳分明。连冷气都是30的。咁呢度咧就系金门建筑嘅发展商华茂建筑，应该讲系华茂地产先啱。咁呢个单位咧，因为高层嘅关系，你望到啦，俯瞰成个荃湾市景。咁我而家喺个露台嘅位置，咁喺呢个角度嚟讲，望翻入去。你會睇到啦，飯廳嘅位置啦，咁啊跟住就兩間房，第一間房全部採用冇窗台嘅設計，啊擺嘢就非常之實用嘅。咁跟手我哋亦都睇一睇主人房啦，主人房亦都係冇窗台設計。可以三邊落床嘅，亦都可以擺頂頂衣櫃。咁最後我哋睇翻啦，呢度咧就係洗手間。咁啊，裝修方面咧就非常之講究，有窗，用翻浴缸，咁啊實用率就非常之高嘅，大家都睇到。咁現時呢啲單位成交咧，普通嘅單位成交大概1000萬到，如果租咧就大概20000到。咁如果係有興趣住新樓，或者係享用一啲新嘅空間嘅話，隨時聯絡我，我叫 Leo。